我就是要冲量的啦，啊无我当安尼有哦，死啊一千我豆豆卖就好啦，啊。要留一千啊？我来讲啊，你先给钱，你问无啊？我只要卖袂，你先卖。再来一千块。来一千。啥人来？来一千块。来两下啊！来哥来一千。一千啊！我再过，我只我再过。上壁当下对迄个盘，或者迄做生意的，迄场主过来。大哥，我上盘啦。先咯。无，唔是，唔是。啊，这你要一千，伊要是要叫人家场主要买，一千块买来无？一千。哎，签咯。一千块买起来无？还有人要吗？来签嘞。哎，签咯。啊，真正要冲量啊，无白骗的。啊，我著死啊，一千百几千，我大家卖了好啊，敢是安尼？我来讲，你买袂上。我真正做上，你顺利上报，你吃虾啊，四百了。来四百呀！啊，你无买买两下，当我吃好嘛，四百。四百，四百。有要白的四百的无？泰国的迄个白虾，四百块。四百。有啊，还是你唔买过，想要买一下，当我试看嘛，试个深度，两百了啊。两百。两百呀！你若真正唔买过，买一下，当我吃好嘛。来两百。来边一个呀？你真正唔买过，你敢买一下两百块，当我吃好嘛？两百。两百。够了没有？还有人要吗？两百。拢有啊，都有了哈，来，谢谢哈。你那边蛤蟆公公，来，你蛤蟆公公，大龟同你炒菜，我来讲，蛤蟆只买一盘，我无啊，最后一届啊，拢无啊，来二十块上面。来二十哦，最后一届啊，最后一届，卖老吧，二十块算。来二十块了，最后算。等你。找你给我带到你这边，好，来二十了。二十三个呀。哎呀，毛病，不用，毛病。二十块了。二十块。来，蛤蟆二十哦，二十块，来上次我们女儿两只鸡腿，一只十块一只，哎，几下子？来，四个啊，三个、七个哦，好，来，来，四个，好好好，来好，你叫我来去包七包出来搞老面，叫我来七包面啊，来，来，那几个兄弟来摸的，行啊，啊，这里进来买只哦，啊，我已经摸过，我已经买几箱了，提落啊。要九百。哦，人要食这个。到人要食白鲳、白鲳。白鲳这只鱼啊，我唔免介绍啦。哦，我上面这只鱼应该无人唔知啦。哦，这条鱼啊就是安那，第一啦，伊个白鱼啦。啊，这间工厂大家足清气啊，你等下哦，要煎要炊拢好食。啊，要食白鲳的人家，我花五百，唔免啦，花四百免啦。一个人要就当去煎啦，好无？当去炊。这个炊泡泡只配煲上块炸嘞，这肉嘞上油的，三百好我了。来三百。来三百。有人要吃白鲳的无？三百块。哎，三百。好，什么？是啊，什么？我们也好啊。那无啊？没有了。来三百。哎，三百啊！白鲳有人要煎的无？三百块。我讲真的哦，这白鲳恁等下煎看嘛，这白鲳肉真正油。那这白鲳讲真的呢，这不是我咧卖白鲳肉油吗？白鲳比较多八百嘛，幼绵绵。对吧？这白鲳大家嘛知影，有人要食白鲳的无？三包。来三包。来，我要用一个。来，三包，人要来无？来三包。三包。我再给你哦，再给你哦。你今日煎也好啊，要炊嘛好食啦，吼。白鲳你着凊彩甲煮。讲真的，你尽量甲煮个番茄，再给你。再给你啊，好不？来一个啊。来，再给你啊。白鲳人要煎的无？两台哦，三包。我把四包拢无甲你收啦，甲你收三百块的。来，这里哦。来三百块，人要来无？来三百啊！你就加水来，我要用出来，你家先过了无？平安无啥好做咯。来，这只个，这两只个哩，这个哩，这个哩。来三百啊！这白鲳是好物件啦，哈，白鲳好物件。啊，你买过来咧？啊，白鲳，我随便一杯，这个哩。注意听哦，大爱，谢谢啊，这个哩好无？金龙三四五，二四五，八个人加加钱。一包白鲳，你当然家己盘看几斤，上千块钱，唔免阁考虑啊，两百来了。来两百只，两百好啦。来两百只，考虑啊吧，两百了。来两百，三个好大，得偌济无紧。来白鲳有人要切的无？两百了，两百。来两百只，我最后阁四个人代表白鲳。哎，两百哦。全部拢家己抬到清气淡淡啊，拢唔免阁抬啊。你当然只只最搞强的苏阳针，啊无你搞吹泡泡机啊这。就那里要不两百了？哎，两百，两百嘞，这都是真正的呢，真正的呢，两百够了没？哎呦，两百，两百块哦，两百，十万块的，两百拢有啊，都有了哈，谢谢。哪个来结婚啊？四个呀。啊，这里边就那个真了哦。哎，两百，这八斤才有啊，两百够了没？哎呦，
两百，紧的哦。好来，我叫你卖拖时间，我鸡腿拢点卖，伊先袂感觉济。来，阿哥来，我们吃啥？鸡腿来，小白你个苦的。来，小智白带来弄的，必须，那边要白讲。哦，你看你安排。你买啥？铁路大牌。铁路大牌来，铁路大牌对的。来，白带啥物事啊？来，头前。来，五百元、四百元，全部中空。爱吃来吃，三百块了。来，三百啊，三百。白带吃三百块了，啊。白带啥物事呢？欸，我刚才这盘俾你三百就拄啊好啊啦，这盘免钱啊无，我这盘全部送互你食。哦，加两倍哦，你客看我单，我唔免五百，三百啦。来三百，来一个啊！要白带无？剩几箱啊？还有要白带鱼吗？中干的。三百啊！这电话收人用，这个无名无价的，三百有哪要来无？这两条搁送你，来新价钱，这两条搁来，唔免五百，唔免四百，三百好咧。三百，三百。还有要白带鱼的吗？三百，拢有啊。来，谢谢。来，铁路我先买，两条电话我先买。啊，铁路上面几个？来最后一箱啊！来，我存一箱尔啊，我存一箱尔，我都卖一箱啊。来，铁路排骨要几个？免五百，来三百外面来两百，我来两百，来两百啊！有人要食排骨嘞无？这啊，这排骨大块啊，啊这当然用蒸嘞，啊免调味啊，免创啊，只够哩。哦，你来看有偌大块，你今仔唔知啥咯？今仔客客拢有偌大块，这块过来，这块过来，三百块拢几啊？五块拢这块过即地方唔免三百，先加钱来两包哦。两百吧，一个。来，搁有块排骨来话两百块。很好吃哦。见两百。搁一个人个，刚刚刚买铁路排骨，搁真正好吃哦。伊只排骨香啊，两百块有咩来无？帅哥要吗？你排骨无？最好吃啦。欺骗，大哥，你买排骨来啊？边一个？你家己遐走，我排骨好吃无？啊，你有听着啊？你免问我，真正袂甲你骗的啦。够了咩啊？我排骨两包。两包。你看老鼠过来，搁变对吧？来，我这条搁送你。来，这条搁，搁一个人加了无？三百面哦，两百。来两百啊！欸、对啊，你四零外这排骨真正好食嘞。哎呀，两百嘞啊！这煎到胖胖啊，你第一食七条的，也袂死咸。两百够了咩啊？无？哎，两百。拢有啊哦，来谢谢，来收。九九上面啊，上，来这先收掉。来九九要吃卖五百，九九要吃来三百我嘞。来三百。一条加三百落啦，一条加三百落啦。我边来加一条嘛落，安尼落好无？九九上尾来三百块。诶，三包。再过来，这九九你无好比有够贵的，来三百，人要吃无？来一个，来三百啊！这你甲三三，你甲吃看卖。比啥物飞机，比啥物拢好吃，底部无真正。再过来，唔免五百，唔免四百，来先加一个三百块落。来三百，三包。来过来，我们吃九九的无？三百块。小章鱼哦，三百两。拢有啊吗？都有了吼。我比其实我看看卖好啊，我先看一个鲑鱼好啊。我要云龙的哦，云龙我煮啊。为了要食鲑鱼哦，我今日早一我先买两箱啊，好无？先一箱落。来鲑鱼拍来要食，来两个出手落啊。唔免让你开三千，开两千免啦。啊，要食鲑鱼刺你的，多一个你煎了规只落鱼的，先加钱来一千块块落。来钱嘞！为了要食鲑鱼哦，水当当的，全部拢好吃。规条拢鱼的，来一千块，人要吃无？两个。一千咯。一千有人要吃嘞无？一千块。两个加钱啦，好无？这两条搁送你，这两条搁你，你先加钱的这两条搁啦，这两条搁你。来，有人要吃鲑鱼的无？一千块。来，一千咯。鲑鱼吧，人要吃嘞鲑鱼，这条搁送你，这条搁你，一条剩百零块嘞，人家唔免搁考虑哦。来，等下哦，先加钱的我又带两个，这条搁来，两个人加一千块。一千咯。有人要吃智利鲑鱼无？一千块。一千有人要借嘞无？一千，一千咯，一千，等下哦，先给几个人平啊，这条过来，两个落啊，一千啦，来一千咯，一千啊，有人要鲑鱼无？一千块鲑鱼，一千块有人要借嘞无？一千咯，无半个啊，一千啊，拢有来啊，来无紧，食袂了，人家咱招人工过啊无？五百咯，来五百啊，到小家庭食袂了五百，来掏钱一个哦，这条你，这条过送你，先给钱，这条过来，够有咩五百个无？五百，五百。五百啊！要吃吗？五百块鲑鱼，五百块两要煎嘞无？五百块。诶，五百。拢有了吗？都有了吗？到两要点什么菜无？有两要吃什么物件无？要吃啥会当点嘞？有要点啥无？是啊。是要吃什么？好啊，小智，那下招问题，那无恁来食这好无？来，咱继续往后聊，别讲嘛。哎呀，我边下先，哎，唐阳啊。
对，两要食这吼，这剩两包尔。唐扬鸡腿饭，这一包一公斤，规包拢鸡腿，规包拢鸡腿包，你看。唐扬鸡腿饭，最后两包啊。这一包一公斤，卖互你开五百、四百、三百，几啊五拢收起来啦，两个鸡翅落啊，两包拢无骨的，完全拢无骨头，来两包，两个吃无？两包，唐扬鸡腿饭，两百块。气炸锅嘛好，要煎嘛好，要煎嘛会使，两百块两百，有人要煎，有人要煎的无？拢有啊吗？好啦，小弟你先来收起来。等下。伊这是鸡脚冻哦，这台中上有名鸡脚冻，这拢免煮哦，这退冰就使食啊，退冰就使食啊这。啊，鸡脚冻套回就好吃啊，三包变米啊五分，一个人加三包冻的，来先加钱两包我了。两百吧，你搞买两包，我一包卖你，好不好？四包给你啊，来两包上来吃。哎，两包。有人要吃鸡脚冻哦，鸡脚冻两百块的嘛。两包，这边就可以吃了。你这哦，小块咸咸啊，啊口味另外，两包有人要吃无？鸡脚冻。两百，两百。拢有啊吗？来，超进来呀，超进来呀！真好吃啊，这鸡脚冻，好吃啊！鸡脚冻够老妹啊，我四包。哎，两包。一包就五十块，五十块是重点嘛？重点是这包鸡脚冻太好吃了。够老妹食鸡脚冻无？哎，两包嘞。够老妹爱无？还是你包对袂要试食看卖？一包嘛，我变成两百啊！有老妹要两包一百块试食无？哎，试试一百。鸡脚冻。来边啊，还是吃我了。吃看卖啊，这鸡脚冻太好吃了，冰冰啊，这么软。